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你们好，我是主播波雅。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Guns and Glory， 中文名字的话呢是勇气与荣耀。但是这个游戏的话呢，看样子是一个，我看了一下，像是一个死亡独轮车的 3D 版本啊，我们就来随便看一下吧。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英雄，然后我们现在只能选的就只有这一对父子了啊，那没有办法。教程的关卡啊，应该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跟着他的这个路标走就行了。哎呦哎呦哎呦，这种关卡就有意思了啊！你以为你贴哇，我儿子没了，这个游戏还好，儿子没了，我还可以继续的。这次稳一点吧，我们先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在等他这个，我们跟着他的节奏走，这样就不会出事儿。这次过去，哎，好，我终于过来了，哎呀，我好兴奋啊！这个地方呢，这像是玩那个 GTA 一样的，是吧？那种自行车的图，哎，来来来，退回。哎，我上来了，好，我们飞到这个地方，这是另外一个检查点，然后那边是要干嘛？哎呦，我是不会碰那些陷阱的，你看我多么的机智。直接越过了那些陷阱，你这个前面是不是又，哎，你在干嘛？哎哎，朋友啊朋友，哎，就你这些机关你挂在这个地方，你搞得我会碰上去一样的。来，我们走这边，又要上去了。你这个地图是有多大呀？好，在这边停一下，我就知道这边不能太开得太快。来，慢慢的转弯，慢慢的转弯，不要着急，再一路的向上走，停在这儿，没错，我们就是自行车小王子。我没有减速，但是我还是非常成功。我的天哪，那怎么还有弹弹射过来呢？啊，蜜蜂笑什么时候加入了这个游戏的？他把他的弹弹都出卖了，是吗？哎，你以为你打得到我吗？你打不到我。哎哎哎呦哎呦呦呦，你打到我了，你来我就站，站在这个地方，你让你打。你能把我打成什么样，是吧？我依旧的坚挺。我以为他这个球是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的，哎，我就觉得我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哎，我顶多是吧，哎，打不中我的，你看你，哎哎，我依旧的坚挺，哎，我儿子没了，但是我还在，哎，我前方就是终点呀。你必须要，我现在要出大招了，展现我多年自行车的技巧。你看，你看，曲线走法，哇塞，根本没有折他们，根本就哎，下来了是吧？我再来，你打得到我吗？哎，简直就是自行车当中的王者。好，我们这个教程终于过关了。哎，我们直接去找那种什么 hard， 哎，我们直接来找这种非常困难的难度来挑战，搞得可以困住我一样的。哎，你不就是一堆机关吗？我跟你说，我这种自行车王者级的人物是，你看你看，轻轻松松的，轻轻松松，你伤到我的一根毫毛了吗？没有吧，没有吧，你看，哎，怎么还有地雷啊，对不对？我慢点慢点，你是割不到我的。哎，为什么？哎，我操，那什么东西，还有射箭的。你是，我跟你说，我钢筋铁甲，哎，我的身体是完全拿我没有辙的。你再射我100箭，我就依然的坚挺。等一下，哎，你看没有，我只是休克了，你还可以听到我的这个呻吟的声音。妈的，我这个下体都要穿掉。哇，怎么被射过来了？然后我停在这儿，哎，摆正我的位置，然后一鼓作气的冲过去，这就是我的计划。走，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一鼓作。朋友啊朋友，这个游戏能不能蹲下呀？或者说干一些什么其他？哦，我过来了。我们完了这难度困难的地图，这还有一个难度困难的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有一些特技的意思咯。我要直接向下冲锋，冲300多米吗？哇塞，我觉得我可以飞起来的。哎，我当超人的梦想，哇，终于要实现了。不
过你可以从中看出来我的这个人的身体的体格是非常好的，从那么高的高度冲下来还摔到了地上，一点擦伤都没有，只是轻微的休克而已。哎，我们再来一次。好，这一次我们要飞高高。儿子怎么掉下来啦？儿子不要，哎，儿子怎么直接砸烂了？我的天哪，这个儿子的质量也太差了吧，哪天再去淘宝买一个好一点的啊。我的天哪，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已经是非常极限的速度冲下来了，我还是飞不到那个高度。来，再来，而且老是会飞歪。哎，我的天哪，儿子又要碎是吧？我们要一路冲锋。哎，这借助几个屁的力量，空中放屁，好，过来了。哦，车散架了。哦，我的天哪，这一次还是可以上来的。减速，哎，我操。哎，我这一次呢，我带着我的儿子从山上直接飞到了家门口，然后呢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困啊，就在这个家门口前面睡着了。这个儿子为什么他会自己动啊？就读吧。嗯，儿子你要自己爬到终点去吗？我们不是已经都休克了吗？你在干嘛？我们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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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飞冲天。好，哎哎，没有死，还好我还可以翻。怎么轮子还少了一个？这个自行车啊，我又过来了。好，哇，我们直接飞向了终点。我是牛逼的，我是一个人。哇，这次很强。哎，你看到没有，直接，我知道为什么我可以非常轻松的飞过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质量非常非常差而且重的那个儿子非常机智的在半空中把它甩了出去，这样减轻了这个总体的质量。哎，我们就可以飞得更远。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走的太中间了，要走两边一点，要不然会被炸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老是我会被割到？好，这一次非常顺利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检查点，然后一个飞跃来到这个索道上面，走走走，我们是很没有关系嘛。哎，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加速的点。哎，哎，这个自行车的质量有问题啊。上来了，停一下停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慢慢的拐过去，慢慢的拐过去，不要太着急。好，上来，终点就在这个地方。哦，哎，不对，这只是一个检查点。哇，我以为这个地方就是终点了。你在，哎，没有关系，这个地方比较简单嘛。哎，不就几个垃圾桶吗？几个大锤吗？你打得到我吗？你根本就打不到我，你太弱。我要怎么过去啊？那我这次我走这。哎，他没有打到我，你没有打到我。哎，嘿嘿，我以为他刚刚 那一下又会打到我。我操我操，那前面是什么东西啊？没有机关吧？哎，这又是另外一个检查点。我操，我要过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草坪，但是他们以为，哎呀，我的脚断了，但是没有关系。哎呀，我的手又断了，没有关系，我可以飞。我们就调整好方向，我们不要管这些东西啊，调整好方向，一飞冲天。哦，真的是很厉害呢。哎，儿子又掉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这次小心一点啊。翻跟头是需要一个技巧的。好，这次比较平稳的落地啊，两边都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这个加速给到位，上来了。哎，放轻松。哎呀，又断了这腿，好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过来了，对不对？这个游戏它的关卡现在还是挺多的，然后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的话呢，我们不能就是说一一的都来玩一下，我们就只能说啊，随便挑几张地图，我们可以等它下一个版本更新更多的这个角色，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些其他的地图。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的话呢，也就先到这了。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期视频，不妨 sorry不妨点个顶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非常顺利的通过这个地方，还敢执行啊，跳得这么高就结束了吗？按 ES 的速度我都不信，我要去说我的